上的注意力专注在我的手上，也一些气氛组进入到更深、更深、更深的睡眠状态。完全的放松自己。三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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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静的听我的声音就好。睡不着怎么办？放松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10月22号凌晨的1点过7分，睡不着加个微信吧，去看看我的朋友圈，我朋友圈可好看。放松，穿过多维的森林，让我走进你的梦里。闭上眼睛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有我的陪伴，每一个你感觉到孤独的夜晚，我都会成为耳边，放松。
正常的。你每眨一次眼睛，都会帮助你进入到更深、更深的、更深的睡眠状态，放松。伸出向我的手上，进入到更深、更深、更深的睡眠状态。完全的放松自己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三，闭上的眼睛。声音会帮助你进入到更深、更深、更深的睡眠状态。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
Fernsehen. Thank you.
好像有点看不清了，眼前的画面开始闪动，开始晃动，慢慢的看着看着，你有一种晕车或者晕船的感觉，有一种视线开始模糊。思维开始涣散的感觉，当你有任何这种感觉的时候，都表示你已经准备好进入到睡眠状态了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
道我的手。注意力专注在我的手上，感觉到为什么他今天成为房管，这可能就是超能力吧。安静的听我的声音，我放松，放松，六，安静的听听我的声音就好。
变得模糊，眼前的画面开始闪动，开始晃动，看着看着，你会感觉到有点花，眼睛好像有点看不清，你的脑袋有点晕晕的。只有我的声音陪伴你，你现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。深夜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长痘，我的长痘的妹妹要早点睡觉，你看，长了3个痘，1、2、3。慢的看着看着，你的视线会有点模糊，你会忍不住的眨眨眼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每眨一次眼睛，都会帮助你进入到更深。更深的睡眠状态，你不能睡，放松，放松，闭上你的眼睛，放松，安静的听着我的声音就好。今晚有一个好的睡眠，希望你明天起来是更好的一天，希望你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希望你拥有的都是最好的，爱你，晚安。妹妹，她是哥哥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。
是一场白事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。都有我的陪伴。
可以做个好梦，希望你明天起来是更好的一天，希望你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希望你拥有的都是最好的。晚安。闭上你的眼睛，关一下房间的灯，关上灯之后安静地听着我的声音，感觉到你的耳朵变得非常敏感。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当你的视觉被剥夺的时候，你的听觉会变得